督的。嗯，他们下得很快啊，那个很熟练的。都是老对手，估计然后都是被，主要这个应该是，嗯，哎呦，怎么会那么快啊？是啊，我不知道以为不知道以为两位棋手是事先准备好了啊，下得太快了啊，嗯，下得太快了，就是做到心中有数啊。对对对，是的。这步棋好像郑文忠想了一下，继续补四啊。若卒三进一，他是不是有个炮八平七呢？对，他那个红旗的七路马啊，半路马不定位，嗯，这个增加了这个选择面。嗯，对。好，那么比赛呢也开始了啊，咱们这样可能会多了个炮八平七啊。嗯，我们这个比赛也开始了，然后的话呢，就是今天呢，其实我们下午呢是连续进行五场的这个直播啊。哎，今天在电视哦，在这个屏幕前的只有哎，顾了一把瘾啊。对，请大家记住啊，咱们今天晚上是没有直播，今天下午呢就刚才第一场了，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连续直播四场，也就是等于今天下午呢会连续直播五场，请大家留意啊，千万不要走开。关键这一次还有抽奖了，嗯，对吧？你等于有五次机会啊。对对对，嗯。郑文忠刚刚跳了个编码，嗯，你看了吧？啊，他没有我们说的这个炮八平七。对。他这个思路也很笔直啊。而且。就是说，如果你孤兵，他炮八平七打你，嗯，你还得把他送回头，嗯，这个兵。那这里啊，徐老师，我也是有一个，就是觉得也是可以那个说一下啊，就在以往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开局理论当中呢，认为这个双编码好像不大符合棋理，嗯，对吧？所以以往的就除非那个飞中象，就飞象局让双编码啊，就像现在这个啊，但是呢，基本上来说呢，都是会选择这个叫正码这样的堂堂之阵。那现在的这个布局的理念，嗯嗯嗯，我觉得就自从有了这个软件辅助性啊，这个思路开阔很多啊。是的，嗯，你看这个马八进九，这个一般来说都是以为这个炮八平七，先不让黑方这个卒三进一，他先马八进九，等你卒三进一，他再炮八平七打，啊，这还是有一定的构思。那这个是红旗现在炮八平七就情况不一样了。嗯，感觉这步棋要吃。对，是的。你说现在因为有软件啊，嗯，软件的这种放开大胆这种这个思路，嗯，给我们棋手这个拓宽了这个视野。对，是的，这个就是有利有弊吧，只能这样说。但是只能说呢，就是一个辅助性的训练呢，的确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嗯，整体看还是利大，嗯，利大啊，嗯，但是得用在好处上啊，嗯，啊，用在好处上，嗯。这样觉得黑棋好像亏了一点。哎，对哦。嗯，这样的话，像红方这个顺利的车九平八，这个棋是不是？徐老师说这个棋就感觉这个棋黑方是不是略亏了？嗯，略亏。但是围绕你看那个三路走这条线，嗯，他们在针锋相对啊。嗯。要取回这个兵应该是很简单。嗯，那其实呢，我们在由于这个在直播过程当中，我有时候难免呢会出现说错话啊，例如这个徐老师刚才我在讲解这个于老师跟吕老师刚才他们两个这个关系的时候，口误了啊，说场上是敌人，其实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啊。我说成这个场上是敌人，场下是朋友。我们听得懂的，嗯，就是打引号的嘛，对对 对, 对，没有，因为有些时候呢，突然间说的太快。这里面呢，我也向这个向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啊，就是说抱歉啊，大家的这个反应呢，有些我是虚心接受的，因为的确是说错了啊，嗯，说这个因为但是说的有点快啊，这个场上呢是对手，嗯，对手啊，场下是朋友啊，嗯，这个忽然就变成敌人了，嗯，这一下子有点在跟开玩笑说在挑拨于老师跟这个吕老师的这个感情啊，嗯，啊，抱歉啊，这个有点口误啊。那么现在这个棋，徐老师您看一下这个我总感觉双方这个下棋很快，这个频率
你看现在4分钟跟3分钟好像下了13步棋，今日终止了，啊，14步棋了已经，还是蛮快的这棋，有没有进去加他的马？这里如果进去加马，他就是假如离开，你吃掉他，推波打，可能有一个，还不太肯，暂时对吧。对，是的。就是他这个八平六，说的还是，这个是冲三路兵，这个棋这个棋还是黑方这个七路线，好像稳住了啊，是稳吧？住了啊。能不能借用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好像这个时间，能准确一些什么名堂啊？对，这如果马一进三呢，就感觉有点飘，对不对？主要是马金山怕他抓呀，他在抓，抓的话，对，他去抓这个万一棋，走不出棋，这个棋，啊，你还得倒回来，那就亏了一是的。些呢啊。所以这个马一进三得谨慎，这个棋能不能走抛弃精英呀？抛弃进一。抛弃精英，哦，不行，他吃过来，他先吃吗？不能吃。对。他真的走抛弃精英了。他现在红棋就围绕这个。现在围绕着黑棋的这个七路线的，对，那做文是的，章啊。就炮七进一下一手呢，我就有兵三进一的马一进他这个三的棋了。鹰头，哎，这个对，马是的，金山可以跳打。对，是的。那么这样的话，对于黑方来说呢，就要马七进八了，冲，马一金山，将来平车是个顶，又是个先手。那我车七平二一顶呢？你这马又得怎么倒呢？他马不退六，会不马会？八退六，会不会啊？马退六，我兵五进一再冲，然后再车二进个一抓，哎呦，直接交吃啊，掉了。这么稳健的？哦，平车顶，他是不是车二进四呢？有没有可能呢？徐老师？都有可能。他可能就是觉得他车二进四这个阵型比较他攻可稳。能就是这样下的比较简明对啊。对对，对中兵啊，这也符合。看你怎么走。对，这也符合这个我们的这个郑特大的这个棋风啊，稳步进取。但是孟特大呢，这个防守啊，这个功夫呢是非常之到位的，是的，不，他这个防守里面有攻啊，有回应的，对，他是防守反击，防守反击，然对，后又不缺这个进攻的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对，那么这个时候炮三平四吧，这应该没什么好想的。现在红旗要吃马了，你如果推炮打，他可以车后面那个车吃炮，一个车换哦，三个，一个换三个，要注意这个问那题，你黑的肯定吃亏了。所以黑棋要小心，对对，这肯定不行了。不能给他先手吃到马，对，是的。那变成一车换三了。是的。你如果炮九退一，他可能就把四路炮可能塞进去，那存在这个问题。哎呦，他现在可以一车换三，我觉得对呀，就应车该七平赢六，再了。车六进一，对，后拆六进一，这这个是个小机将会。一车换三，现在这个棋黑方就吃那肯亏了，定赢了嘛，我觉得。对。一局换三应该不行了。一局换三怎么办？对，果然是一局换三啊，这一那副，这个棋亏哎，了，这个棋有点亏了啊。要输，
感觉上是要哪说，怕我这个大家在交换一个车，我上一站吕布，你也是非常危险的。啊，要不要对车呢？去六平八，不要嗯，急。要不要交换呢？这个棋手是打一将，嗯，探炮，这个应该守嗯，不住。炮七平九吗？炮七平九，他推底车，跟你对。那还是得交换。为什么要交换？哦，你可以，不是，就是说你可以考虑交换，不是？哎，不交换，啊，不交换，就明就。车当然厉害啊，对吧？嗯，那就车八退一，啊，退了对，五。他抓不死的，对嗯，吧？这不肯交换。交换呢，优势还是有，但是要赢棋就难度比较高了。不太愿意，不要愿意，哎，不太愿意。嗯，嗯。现在黑棋离开了兵线，他马上红旗要走车八进二了，对，这个棋应该比较困难。嗯。要进一，再进啊，你不能常抓双他方的这个呀，时间呢，这个下得很快啊，没什么思考，感觉上把握的都挺思好，考的，他嗯，们反应快。对，反应快哎，啊，不是说不思考啊，就是说我说在没有这么每步都去思考，基本上的对，重点就去思考啊，而且他们有连贯，有连对贯吧？所以啊，你觉得他好像很不思快，考、不假思索一样，嗯，对吧？对。炮是抓不死的，车三平二，他就退回来。他要打中士，打红旗哦，他要将，打中哎，士的他看到棋，这个棋，他有个哎，巧招，哎，差点要走车三平二了嗯，啊！那底哦，不能底下将，他这小个心，他啊，在这里，他有个偷哎，杀啊，对，小心的偷杀啊！对，你一将，他成底一将，他嗯，赢你了，对，哎，是的。所以刚刚说他们这个棋有的是反击，就是你们。都是带有锋芒的，对，都是有陷阱的啊！一不对，小有心陷的话阱就的，上当了啊！对，这果然是先卡在点啊，非常之。现在给黑棋能够牵制住，好像比刚才好一车点，四退二，要不要吃中兵呢？将来要对车，啊，先把中兵增加点消灭难了，度对。啊。刚刚其实这个红棋还是不要炮九平八，还嗯，是他不能常抓着嘛。对，那他可能也是想给黑方设下小小陷阱。你说哪你知道平。他一个先塞进来，对吧？啊，对，没也没可能要下的比较快，啊，没留意他先塞现进来。在这炮四进四吧，行不行？对，怕是进，哎，他兵一进一呢？兵一进一，一个平车先吃后取。哎，现在红方这个时间是落后了1分钟是了啊，啊。他要赢啊，他给他吊住，将来要对车下残棋呢。嗯，是落后了1分钟。那先对，看一下，哎，果然是这样。那卒一进一下什么？应该会是卒一进一。嗯，车九平一，象五退七。哎，这回，那吃回来呢？吃回来啊，吃回来他马七进六，把这个马这个位置调整好。马调好了，就有棋了啊，他是这个意思，马七进六。马调好了，这个兵啊，现在红旗多一个子，但是被吊住，将来对，有可能要对车，车是可能，但是不能对，对了不好赢。回来了，就是你说的。哎，回来他退车抓炮，推车抓炮是，还准备跟你交换，在车四平二，哎，那我炮二退了，炮退了，他卒五进一吗？他有可能做五经验，嗯，他有没有可能卒五进一？如果你退一的话呢，他就平车抓，将来再把中兵喂掉，嗯。所以增加了难度了，对，还是有点难度。不过，黑方这个防守的确是，
确实是顽强顽强啊，顽对强，吧？在一局三的情况下，这白少一个子，对吧？对，真的挺顽刚刚强。郑桂彤不准跑9平8，可能会好一点。哎，对，下3棋，看对，能不能吃到中兵，对，对吧？如果中再兵把这吃不个时到，间凑一凑啊，这兵过河了。不过这棋是不是要赢棋难度很高，徐老师？是的，当然了，你车对掉了嘛。对，车对掉了，而且他这个兵过他河，还有个过河兵啊，他马上有个过河兵他马四进三准备，啊，马四进三，而且他车要平五啊，先把中兵给，车要平五，你马哎，上，他平车要炮，是的，那再车六退一，这中兵好像丢了呀，你只能动炮，你要退炮再冲中兵哦。鹅冲中兵呢？跳马他。他马三进四，我就蹬掉呗，我就冲。哎，我不着急吃，我先冲个边兵吧。冲个边兵，哎，哎，冲边兵不行吗？为什么要先吃呢？他不动，哎，对啊，不对，动他永远动不了，他为什么要吃呢？他可以不吃，对不对？他放在那里可以啊。这个是应该也不太好赢啊，你没有兵啊，应该不太好赢啊，对，太精彩了，下的顽强啊，太精彩了。准备进二炮打吗？然哎，后再这样马七的进八。打了之后，那个马可以跳进去。那刚才老师还是得相互进三顶住，是。没看没留一点，打进一。他进一步。跳马的话，继续平三，是的。炮六平五，车三退二，他出将，他可以出出来。将啊，对你不能退炮，退炮得抓双的棋，应该不太好赢吧？很精彩啊，这棋真的很精彩，再进来呗，象五进七了，估计要先把这个象顶上去，这个棋是的，不太好赢退炮，我觉得平炮象五进七应该是要下吧，这棋。哎呦，退一他马八退七啊。你退一，马八退七。这不假的，这马又倒回来，哈哈，这马又倒回来。这个哎呀，棋真厉害。这个棋就是看下50步吧。这个也很好，我们大家也正好学习一下，对，看看这个单车对双炮马这个棋怎非么个常进攻之法。精彩啊，非常之精彩。哎呦，车要平三了，又得扔底炮没用吧？这棋，扔底炮没有用，先打兵，他要把兵打掉先把啊。兵解决了。他们现在目的呢，其实绕来绕去就一是，个个的来，那卒六平五，他马六退七，卒六平五可以啊，马六退七我可以卒五平四呀。平车双，先把马关住，他要掉他的车了，那又得车四平三了，让你们倒回来。这个真的是不是也很容易就下50步啊？像他们这个速度，都觉得快。走得快，真快。哎，这个兵是不是有点危险？也不敢吃，其实兵也不敢吃，吃的要退一吃车，是不敢吃，他就但不动了。是，他马七吹牛呢？马七吹牛就吃掉了吗？刚才马七吹牛，他平中兵，那打掉那不白打，对对，吧？马七退六是，刚才走快了，马七退他卒六进一冲下来，那不也是白吃吗？你有个马六进七，对呀，那马七退好气啊，马七一下子把这个兵给刚吃才可以把兵吃掉了，不过这个也很要求这个，对的，这个对的。在这个几秒之内啊，但是徐老师也给咱们这个棋迷朋友提供一个抓死兵的构思。飞象，飞象。哎呦，上老将，
要不泡泡退伍呢？哦，他象五进三，可以泡泡退象伍，五进三，又下老下的这个棋，太精彩了，双方的这一轮。抓马再抓马这呢？只能抓马了。抓马再抓马，这个再抓炮不抓双吗？抓马，他回马一将，我再抓哦，你炮九退四，啊，你把炮拉回来。哎呦，哎呦，这个有危险的。他为什么不退三呢？退三车八进二，车八进二。推上你先手桌。嗯，哇，这棋是不是有点危险啊？哎，他是赌一步啊，炮九平八，不理他。哎哦，呦，太巧好了吧！棋。这太巧了吧！这些棋下的，将军在平注，太巧平怎么？这里有点危险二了。十平了，炮六炮进二就没有解了，刚才。啊，对呀。对呀，刚炮六进二就没解了啊，没看到啊，这个时间太紧了啊，太紧张了，但是我们这棋个局很。好像走全的机会了嘛。感觉是太精彩了，这个是好像输了。看一下50步到了没有？退一步表示一将怎么办？表示平兵呗，那打掉了不就输了打吗？掉再重新算呗，只能够这样。退炮，退炮，把炮退回来，炮五退三。哎，马五进六，摆中，马五进六不赢了吗？不是，他应该摆中炮，刚才应该摆中炮，将。马五进六不就赢了吗？哦，马五进他落象没赢啊，是，哎呦，好哎呦，棋啊！进老将，进老将，再出老将，这又要下了。哎，没再有平抓炮，死炮呀，再平炮，哦，再平炮，抓不那就死。哦，对哦，好奇哦，我的天呐！他是走两步，这个不是长江可以走的，太厉害了，太精彩了！直播间的朋友，那个走起，你们这个什么都可以啊，什么都可以，只要对，只要来点气氛，我觉得这个值得大家这个用掌声来发出你们这个感叹老啊，将定位了，太精彩了，在这么短哎，的不行时了，不间行了，内出局了，能对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鼓掌，鼓掌！我觉得真要鼓掌。